哎呀，你看看，你别动了，哎呀，别动啊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会拉到嘴。对。你要不要这个有点稍微偏专业了？有没有那种别伤害到他？其实我可以这个一个扶着他，找一个比较温顺的、比较安静的、比较温顺的行过来。来你，他是19，你别动了，哎呀，哎呀。哎呀，你别动了，哎呀！那我知道了。哎，我把他引诱到这儿，我先测他，你看，来，在这儿，你是不是在这儿？聪明啊！还这跑吗？哎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是不是在这儿？好，然后再量墙是吧？好，行了，可以了。那我再量墙嘛。哇，49，你49，你有半米呢。来，你过来，来，这儿。哎，他到这儿差不多。哎，这52呢，感觉他们差不多高呢，很平均。观察一下企鹅有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我刚才说的精神状态。好，你也可以稍微的摸一下。如果它这个眼部出现那种比较萎靡的，就跟没睡醒那样状态的话，这不太健康。那这个企鹅就可能就是有问题的了。它抑郁了。对，第一时间就会给它进行检测。观察一下企鹅有没有牙齿。有，它嘴里有。企鹅它没有牙齿啊，它的那个是舌头。它那个里面全都是倒刺。对，倒刺。它好憨啊！对不起。你好凶啊！有的企鹅可能就是这个脾气可能会比较大。走了，今后再见啊，有机会再见啊，兄弟，走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去那个猴。走吧，玩猴。走吧。玩点酷猴。走。I like the movie, I like。 你不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就是他，就那贼会唱，然后对啊，贼聪明那个。I like the movie, I like the movie。 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见笑。老师，您大眼帮我扫一下，因为我没有戴眼镜，你看看我哪个地方还没弄清理干。那我看了。啊。就基本上就可以了，然后咱。再把这个位置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把这些东西都拿出去。好嘞，进行一下消毒。行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食物给它带进来。好嘞，好，给吃的。为钱，我们还是要对手部来进行一个消毒。好。你看啊。这样。圆圆，你是服务员，你先去问问大哥们想吃点啥，你点点，我这边给送过去。好。两位吃点啥呀？胡萝卜。他说那个胡萝卜。胡萝卜 flat 油，哎，胡萝卜油。那个水果吃啥呀？葡萄。葡萄油油。葡萄干来点。葡萄干行，可以。碳水想吃点啥？主食，咱来点主食吧。蛋糕片。面包片是吧？面包片。可以，行。那咱上菜吧，行，吃饭了哈。好，来了，走，吃饭了，朋友们，来了，就直接递是吧？对。哇，他直接拿手接着。
那给您，给您一个胡萝卜，给一个葡萄。哎，他在拽我的手。哎，真的感觉。你看，他直接来，他自己想吃啥，他自己知道。哎，葡萄，哎，葡萄，哎呦喂！把葡萄全挑完了，吃点主食啊。面包片儿，不喜欢面包啊。No。枣干要不要 ？OK K。哎，枣干来点。他都不爱吃面包片儿。是吗？胡萝卜都不吃，跟我一样，你看。碳水来点。先，哎，他摇头了，你看，先不吃。胡萝卜吃吗？嗯。哎。哎呀，别打架，别打架。你怎么那么事儿呢你啊？就是。啊，你怎么那么事儿呢你啊？就是，你就感觉是个霸王，你分点给大家呀，啊，就这么一大家子，你对啊。他们是不是有那个层级有地位？对对。哦。所以就是有先吃的，然后有后吃的。没事，都有啊。哦，其实给的量就是刚好够大家都能吃饱。给你来点，试探着，来点，哎呦，还得看着别人，哎呦喂，有呢有呢，哎呀有，你咋不吃呢？这位，嗯，别噎着啊，你拽着我手，你看看，你别你撒手啊，你别老拽我手啊，你这是，你这。你还拽我手干啥呀？你吃慢点啊，别噎着啊。嗯。你看看，吃完就撒手，你看看你这人啊，立马吃完就不理我了，见识。Nice。Come on。哎，这个感受好哎。啊嗨，你们好。啊。哇塞。